你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！是有什么话您说，您别骂人啊！骂你？哼！你要是没神经病，放着范荣这么好的姑娘，你为什么不要？我明白了，您骂吧。范荣啊，是一个好的外科苗子啊。 没多久，他肯定要超赶过我，你知道吗？他在人品上，相貌上，那都是拔尖的。多少那种优秀小伙子，包括小伙，都在追求他，他全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有你，可你呢，三番五次这么就折磨他。你看他现在什么样？神不守舍，躲在那个角落里，没事就在那个哭，要不就是喝酒，把自己灌醉。 反而更深的伤害了他。那，你还爱他？我爱他。那那个人呢？那个人呢？没有了。没有？什么叫没有？分手了？分手。 有了一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吧？啊，那是场革命。革命？对，跟自己，跟过去的青春。 请进。哎，黄总，有事吗？没有，你看看这个新华发展。新华发展？嗯。看见没有？涨疯了，连续5天涨停了。哎，就叫老三呢，赶紧抛掉，立马就可以买房子了。 好的，我一定会告诉他的。嗯，再见。
放手！放手！你嚷嚷什么呀？这医院！放手！神经病！真美，好地方啊！我每天下班都会来这儿，就站在这儿看，什么也不想。你在城里待久了，人就不接地气了，忘了生活本来可以这么过。有些东西还是忘了的好，比如你和我。是挺难的，但是必须忘，那样人才能轻松。有些东西是刻在心里的，抹不掉。那就把它当成一块墓碑，偶尔去悼念一下。别这么说，我心疼。我心疼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你再和你的那个姐姐开心吧。不说这个，这样说不好。对不起，我的心现在已经死了，真的。也许将来有一天，我会碰上什么人，他能让我的心再活过来。不管怎么样，人总得往前走。我盼望着。我从来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人，只要我肯努力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坎儿，我都能趟过去。可是现在，此时此刻，我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挽回咱俩的感情。我承认，我错了。或许这是我活到现在所经受的最大的失败。其实我也一样，我们之间没有胜者。我们必须选择面对现实，然后各自疗伤，活着。我们不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吗？来不及了，我很感谢你大老远来看我，特感动。这风景不错，你要是没事儿，就在这儿多待几天，好好疗养一下。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大家都说咱俩是一对儿，是小花里的赵永生和何翠姑，他们还老爱起哄，唱妹妹找哥泪花流。你看，那是苜蓿吧？大学里学过，什么科来着？
哟，叶经理。哎，还没下班呢，正好跟你说两句话。坐。哟，怎么了？这是脸色不太好，生病了？没事儿。啊，不就是伺候你们这些老板伤神吗？得了，冲您这话，赶明儿给你弄两只中华鳖，好好补补。谢了谢了，我消受不起。怎么样？这几天大盘这么好，赚了不少吧？还行吧，这不正要跟你汇报吗？我们中护士那哥几个，大曾、我哥、老蜜子还有我，打算集体升仓进大护士。呀，这是真挣到钱了，恭喜啊！革命尚未成功，兄弟们都在努力。行，那这个大护士的手续呢？我让他们赶紧办。只是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房间没这么多呀。情况我们都了解，绝不给组织添麻烦。我们这哥几个臭味相投，跟您说实话，道爷出身，公猪咬母猪，肥也不嫌肥，还喜欢在一块混着。您就给我们找一间大点的屋，把设备弄好就行了。行，那没问题，我亲自给您办。得，那我就谢谢您了，赶紧通知他们去。啊，郭总，嗯，好些天没见到你们家老三了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呢？老三，我跟他不熟啊。忙着呢。哟，回来了。嗯。怎么样？你们小分队这两天在山里挺苦的吧？还行，哎，这桌椅怎么换新的了？嗨，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老板，带着大卡车就来了。这个老板呀，找到咱们医院长，说是要赞助乡村医疗建设。看着这一卡车的设备，院长可乐了。这不，找人全换了。还有这好事呢？不过也该换了，之前那是挺破。还有一事儿特好玩，嗯，这老板啊，找到咱们院长说想在咱们医院工作。院长可犯难了，可是拿人家手短呀。最后啊，院长说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就干业务副院长吧。这老板还不干，人家说呀，我是来干义务工作的，不是来当官的，我在您这儿干个清洁工就成。咱们院长说那哪行啊，可老板急了，说你要不同意啊，我就把他都拉走。你说你们城里人怎么那么逗啊？哼。大老板，你怎么扫起地来了？是啊，这么俏呢，不会不会浇点水啊？哎呦，大老板，这哪是您干的活啊？啊，你别把您累着，这你这城里人金贵是吧？哎呦，是啊，您这给我们拉来那么多好东西不说，怎么着，您自个儿也答应我们了？哎呦，真有意思啊！你说现在，这农村人都往城里跑，这城里人呢都往乡下跑，我还真搞不明白了。哎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哎，凑什么热闹？散散散散！不是，兄弟，哎，我看你在这扫卫生啊，我这心里真过意不去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哎嘿嘿，你可别反悔啊，咱俩可是说好了的。不是我这，你什么呀？你踏踏实实该干嘛干嘛去，好吧？别影响我工作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OK， 拜拜，不联系。走走走走。你干嘛呀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在工作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我想让你离开这儿，让我好好的把这块地扫干净喽。范大夫，范总。今儿又可以歇着了。嗯，小薇，你稍等会儿啊。嗯，下班喽。怎么着？
二爷，晚上喝点的呗。行了，别弄得月月都翻车了，赶紧踏踏实实回家去。得嘞，二爷，拜拜了您的啊。走了，再见。走了。哎，我怎么又得说你们几句啊？啊，瞅瞅你们一个个这样，还跟活土匪似的。挺好的。咱现在下山了啊，正规军了。74军，知道吗？嗯，咱现在是张军长的部下。明白了，长官。哥几个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，打明儿个起，全给我一水的美式装备，什么大檐帽、将校靴，都给我招呼上啊。得，回家我先把我那美式机服好好擦擦。贫死你们了，赶紧走吧。好，走了啊。不知道我抓到了啊。哎，慢点啊。这帮两狗逼。哇，还甚至呢，撤吧，这儿不管饭啊。你那么着急回去干嘛去？你是不急，我急。我姨给我介绍了一对象，让我今儿见面去，据说倍儿飒。哎，我说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介绍呢？介绍怎么了？啊？介绍怎么了？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有几个像你那么死心眼的呀？啊？小薇，嗯，听你魏哥哥一句话啊，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啊，小心这家伙玩办公室恋情。得嘞，嘿，说最近你们家老太太给你炒鸵鸟蛋吃了啊，底气这么足啊，玩去。怎么着，我一定明天早上给你带俩鸵鸟蛋，大鸵鸟蛋。拜拜。哎呀，把我留下来，什么事儿说吧。坐，坐下说话，站着我看着你眼晕。是。行。坐下说吧。办公室恋情，新鲜玩意儿啊！你想是啥？我是提醒你，别上这帮家伙当了，没一个好鸟。说正事。咱这账上还多少钱？算股票吗？不算。大概50万。嗯。干嘛？你要用钱啊？嗯，用点不多。这样，我60万。投资，没那脑子。不会是要结婚吧？嘿，保不齐。啊，走时候把灯关了，门带上啊。是。血压都正常啊，大爷没事儿，您放心吧。谢谢。没事儿。忙着呢。拿走。这地方干燥，多吃点水果好。我说拿走，听不懂啊？这吃水果啊，能补充很多种维生素，维生素 A， 维生素 B。你要不拿走，我就扔了啊！反正我都送你了，爱扔不扔。哎，姑娘，多好水果！您不知道，他这水果啊有毒。范大夫，您这儿还有什么其他垃圾吗？有啊。你。
苹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， 橘子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， 香蕉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F。 有 F 吗？就有人伺候着吃喝着啊，德行！今儿看老太太去了吗？去了。怎么样？还那样，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。别着急，慢慢养着啊。我儿子呢？什么你儿子？那是我儿子，外玩呢。小姐，小姐，跟我还分那么清啊？你就行了，你赶紧叫小乖吃饭了，这饭都弄好了。别闹，别闹！哎，正好跟你说两句话。走啊？什么说两句话？饭都好了，吃完饭再说吧。孩子跟前不好说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一个朋友啊，在广州，他跟我说他们那边有戒毒的疗养院，他条件特别好，专门有医生护士伺候着，用的都是进口药，疗效也不错。啊，我知道那种地方，都私人开的。骗钱的，没什么用。听我把话说完。最近这股市不错，手头上有点闲钱。别说了。怎么一说这个你就翻车呀？你别管。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我不用你为我好。你怎么着，嫌烦了是吧？你嫌烦你可以走啊。你说的什么话？我要烦我早走了。这不就想把你的毛病治好？就想跟你有个结果，我想结婚成。喂，我喊小关吃饭，回头再说。在这儿打扫卫生了，你说我这当院长，范大夫说的。嗨，这城里大医院来的大夫，哎，咱惹不起。这事儿呢，我也不让你为难。我呢，早给自己想好了一个差事。行，只要你不当清洁工，哎，怎么都行。你是打算去哪儿啊？我去锅炉房。不，哎，谁打水呀？给大夫。给大夫打水？对呀。啊，得嘞，这事儿你甭管了。干啥三哥？我还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给大夫打水这事儿我全包了啊。不是，你说明白了吗？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？你这么着，哎，不是喜欢抽烟吗？啊，三哥给你钱买两盒好烟抽去。不是，你这不是薛雷锋吗？你管他，走吧。不是。哪儿那么多不是？走吧。给您的开水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现在不干保洁了，我调动了，在锅炉房干，给您送开水。哦，你要是有那闲心啊，你就调别地儿干去，别在我眼前晃悠啊。嗨，现在找工作挺不容易的。哎，还真是，我这下岗都半年了，到现在都没找到份合适的工作。好，烧几天了？啊，发烧？嗯，我没有发烧，我是小便失禁。原因呢？除非觉着咱条件太好了，是吧？配不上了。对，自卑。那要这样的话，好办。怎么就好办了？
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这样的生活让老三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开心。他甚至想做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，就这么过一辈子也挺好的。当然得和他范荣在一起。干嘛上那儿吃饭去啊？那儿挺贵的。哦，行，那我知道了。你跟他说，我收拾好就过去。嗯，拜拜。刚才都说好了。放心吧，和他说一帮哥们聚一下，他收拾收拾就过来。我，我们家跟我哥那孩子写作业呢，你就甭操心了。还没完呢，着什么急呀？把这又画双眼皮儿，你快点。把这戴上，就戴这个。啊，回答，我哪会戴了呀？回答两袋吗？长手都会打，衣服来，来，过来，轻点儿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妹子，妹子，来，门口看着点，待会儿来了告诉我一声。有人盯着。抬头。哎呦，快去。行吗？特别行。我看也行。看明儿哪傻小子要追你，我得告诉他，就照这样的给你来一遍，一准拿下。行吧。我看看。都等着你们，一会儿二小姐来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你留这儿干嘛呢？赶紧走啊！我上厕所。懒驴上磨屎尿多了。上这儿干嘛来啊？怎么样，美吧这地儿？倒是挺漂亮的。不是说吃饭去吗？吃饭，吃饭非得下馆子。现在都玩洋的、露天的，挺好吧你？
当着各位来宾说出你心中的誓言。说呀！说呀！说呀！各位啊，这我跟小云的事儿，大伙儿也都知道，啊，这今儿想当着大伙儿的面儿，把我这大事儿给办了。这以前也私下里跟小云说过我的意思，但从来都没正视过。没错，你都是洗脚的时候说的事儿。没关系，老二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。你这么着啊，你当着我们联合国的面，你好好的交代交代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说正事儿啊，二哥，把你求婚誓言说出来。哎，刚说哪儿了？说。哎，今儿当着大伙的面啊，正式的向小云求婚。好。当着大伙儿的面，我发誓啊，嫁给我，我一辈子待你好。我这努力工作，努力养家。好，好。出这么多汗呀！哎，心疼上了。来，戴上啊。